想必大家都是喜欢看动漫的吧？那么动漫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下关于神奇宝贝里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台词吧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开始盘点了。那么小编最先要说的不是小智几人，而是喵喵三人组。他们不仅仅烦，而且说台词贼慢。小编以前看的时候最烦这三个人了。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未来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五藏小次郎。我们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，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，就是这样喵。这句话小编已经都听吐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小编会选择直接跳过，因为这几句下来起码要十几秒的时间，可能任天堂也是这个想法吧。这么多集过来了，不知道这几句话为他们节省下来了多少的经费呢？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主角小智的去吧皮卡丘，这句话给小编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呢。然后就是小智喊皮卡丘十万伏特皮卡丘，然后小智每次对战都会犹豫一会，然后就决定是你了，上吧。说起来你们可能不相信，看了这么多季的神奇宝贝下来，小刚被不良蛙拖着走印象非常的深刻，仅次于小智。你好，我是小刚，请多指教。然后刚刚准备套近乎，不良蛙就把小刚拖走了。不过话说，为了阻止小刚泡妞，这样真的好吗？而且这眯眯眼这么看东西的。回来小编忽然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，小刚对于美女也是有分等级的。第一个就是会出现爱心眼，刚开始的时候小刚看见乔伊等这些家族的人眼睛还会爱心眼一下，后面则完全就是秘密眼，而且小刚也不是没有睁开过眼睛。下面看看图吧，图片来源于网络。